就在国盟主席丹斯里穆尤丁坚持国盟和首相之间存在着副首相协议的同时，巫统却坚决否认这项说法。巫统总秘书拿督斯里马斯兰强调，巫统最高理事会从来没有被告知，也不知道首相和土团党之间有这样的讨论，因此巫统认为所谓的协议根本就不存在。每日新闻报道，阿莫马斯兰今天表示，据他所知，当时的协议是透过委任四名高级部长来平衡内阁的势力，因此没有副首相的职位。在这项共识下，目前内阁的四名高级部长，两名来自土团党，一名来自巫统，一名来自沙越政党联盟。阿莫马斯兰表示，既然土团党已经有了两名高级部长，那么还要争取多一个副首相，这么做是不对的。